来啊。古紅花耶、因為我有一次做慈善都是那個以小紅花作為一個主題，所以呢今次我都唱埋小紅花一起，那就大家一起做慈善。你自己有沒有做過的即是探訪一下？有，我之前尤其是在學校的時候呢，我們學校就會安排很多活動，例如探訪老人院、或者是一些參觀一些地方，都是關於這些東西，所以參觀一些地方，即例如老人院、等等，所以呢我是非常喜歡做那種活動，還有自己都有報名過。報名做慈善。咁我對於邊啲特別中意，即係小朋友嗰啲啊，定老人家，定其他啲有病嗰啲啊？都一樣，我覺得，因為佢哋都係需要幫助，同埋佢哋係好得意嘅，冇錯。因為有陣時咧，我有試過去老人院啦，咁老人家佢咧就會拉住我一嚟，即係一齊講嘢，咁然後佢又會分享佢啲事俾我，然後我又會幫佢話，有冇啲咩需要幫手，咁我就可以同佢一齊去交流互動，同埋會有唱歌嘅環節。但係嗰陣時我未開始學唱歌，所以嗰度都係好一個深刻嘅回憶。未開始學唱歌，但係你有唱歌環節㗎嘛？係啊，嗰陣時我真係好驚，同其他同學一齊，咁就佢哋一排排咁樣坐啦，然後我哋就一齊唱歌。即係大家合唱。係。你有冇諗過即係捐一啲自己私人物品出去，即係拍賣啊、義賣？有我有儲定一啲用品，咁第時候如果有機會嘅話，就希望可以將佢哋捐出去。例如係咩嚟㗎？衫有著過嘅衫，即係有出鏡過嘅，咁我就會將佢儲起身。咁費諗嚟啊！因為咧係我哋有個 fans club 嘅團隊喺度諗。咁所以我覺得哇都好有創意，咁然後我就好啦，咁我就儲起身。你儲咗幾多咁？唔講俾你聽。你應該好多波衫啊。都有一啲，我都唔知幾多。但有冇諗過即係可能自己買攞一啲自己中意嘅物品，然之後攞出去拍賣，可能個價錢仲高啲，有冇咁講？你話身邊嘅物品？係啊，即係我哋用過嘅嘢啊，可能係即係由細到大陪你。受到用啲奶樽啊，點會留低？攬住啲公仔啊，因為你拍賣嘅價錢可能會多啲，你做慈善嗰個價錢又多啲嘅。咁公仔又的確幾多嘅？公仔冇錯，我諗公仔係咯，應該可以拍賣。咁然後就為佢哋留低一個最後嘅留念啦，影低，可能第時冇得見㗎啦。好唔捨得咁啊！係啊，嗰啲公仔對你講係。即係由細陪到大嗰啲人。冇錯，我係一個即係好斷捨、好難斷捨離嘅人。尤其是係屋公仔啦，因為佢真係由細陪到我大，同埋係親戚送俾我，所以特別有嗰種感覺。有咩男仔送㗎？冇。女仔咧？男親戚。咁親戚都有男嘅。咁嗰啲公仔係咪即係細個都係陪住你啊，攬住瞓覺啲嚟㗎？冇錯，但係咧，我通常會攬攬下，覺得有啲阻住我瞓覺，我就會將佢擺埋一邊。但係一開頭都攬得好舒服嘅，到後尾有冇呢啲口水味㗎？真係有。但係過咗幾年應該冇啊，因為到大個就有，咁但係到大個咧就比較少抱啦，或者抱一啲大型嘅公仔，但係唔係喺瞓覺嘅時候。MV 即係嗰個收益係會捐出嚟，你而家捐咗幾多位數啊？我自己就未知道，但係我覺得呢一個活動係非常之有意義，同埋都幾創新咯，我覺得。所以大家一齊觀看呢個 MV 嘅同時，又可以做慈善，所以我就覺得非常之有意義啦。六位數字。哦，六位數係邊度？冇錯。如果再睇多啲，就再捐多啲。我哋其實係而家因為過咗100萬，咁佢哋捐咗10萬，咁然之後每5萬嘅標準工作，或者每25萬嘅標準工作再加嘛。即係暫時六位數啦，係咪啊？暫時六位數喎，犀唔犀利啊？超級犀利！超級犀利！咁我自己都有參與其中。我哋最多就25萬。呢個唔使寫，因為數字啊，
好，係嘛？我覺得當然係越多越好，因為大家一起去做呢一件事。咁但係我覺得大家都非常之犀利，而家都已經到六位數，所以其實我都冇諗到大家會咁集氣去完成呢一個慈善。叫埋 fans 級嗰啲一起去做嗰啲探訪啊！其實佢哋咧不嬲都有做慈善，我非常之欣慰，好似阿媽咁樣啦又。因為咧佢哋有陣時會去沙灘度執一啲垃圾，咁就會幫助個環境繼續去健康地生長，或者係有陣時會去探訪一啲幼兒園嘅小朋友，或者幼稚園嘅小朋友，或者去探訪一啲啊，或者去幫一啲。動物的協會，即例如幫助兔仔咁樣，所以我覺得他哋真的很有愛心，同埋我哋創立了一個叫做鹽點愛的一個 fans club 嘅一個，唔記得咗點樣形容佢。基金嗰啲啊？慈善基。慈善基。係咯，類似慈善機構咁嘅，咁當然唔係好大型，所以我覺得他哋非常之有心，然之後自己非常之欣慰。慈善團體咧，真係冇。慈善組織，或者慈善基金。支持啊！係。公司好錫我啊，係咪啊？我想問一下嘅，覺得公司係咪好錫你啊？其實我覺得大家都好錫我，唔知點解，我覺得係我一直講自己係一個非常之幸運嘅人，因為暫時可能就算有一個人好唔中意我都好，但係佢都唔會對我造成一個人身攻擊，所以我覺得係好幸運咯。同埋佢哋真係好錫我，仲有就係好幫助我，佢哋又唔會話唔支持我，又或者又唔會好貶低我，所以我覺得總之就非常之幸運。最近咧有人話你大牌喎，你有冇講過聽唔聽過呢樣嘢？點解咁講？我將成件事講出嚟，搬凳嗰單嘢。搬凳？你又唔知啊？至於你行嗰陣時，有人幫你搬開，但啲人就覺得你好大牌咁樣。嗯。係啊。咁啊？咁我都唔知點樣講啦，因為咧口係喺人哋度嘅，唔係喺我哋都有口，但係咧就唔就唔係我講出嚟嘅，所以。要應該了解整件事再講會好啲，咁但係咧，我覺得大家都有講嘢嘅自由，所以都冇所謂啦。咁你想澄清一下自己唔係大牌定？我淨係一個星斗市民。星斗市民。我淨係一粒塵咁樣嘅啫， okay. 所以冇話大唔大牌。咁後尾依個紅咗，所以 Q 咗咧又 Q。佢唔知講乜嘅。啊！我想呢個字應該在我首歌《鹽》就先有出現，因為我話我同嗰首歌簡直係相反差，嗰個係另外一個人格嘅我，所以我想 Q 佢應該只是另一個人格嘅我啦。即係冇 Q 到啦，係咪？你指係咩 Q？算啦，總之你係微塵啦，係咪我係星斗市民。星斗市民啦、啊。我係星。好夠啊！